是问题呢，我来自二题班，今天我要制作一个电脑玩具车。首先，这些是我的材料，我们有不同形状的纸盒、颜色纸、stickers、马克笔、彩带、口红胶和 spaghetti 的罐子。我们要利用 spaghetti 的盖子来做轮胎。现在我们来开始吧。我已经把这些粘好了。这个是我们的 spaghetti 罐子，好美呀、现在我们要拿 stickers 哦。我选的这些 stickers 要粘上去，是字母，我要粘在这边的。现在我们要粘了，一个粘好了。我最后的字母，现在把它粘上去吧。哇，已经粘好了，太美了。现在我们粘我们。收看。